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专注吗？大学生常常有不专注的问题，导致生活受到影响，却因为没有改善专注的行动力，往往对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。就让我们为你的专注做个健康检查吧。当你来到寻专诊疗室进行专注测验，可以从结果分析来看自己属于哪种不专注类型。对应各个类型，我们有专业理论图像化且轻松幽默的处方签。你将可以根据测验结果挑选专属自己的改善方法。为了更清楚使用方式，在处方签对应的药包上，我们更设计了 AR 互动体验，让专注方法动起来。跟我们一起用你的专属处方签，让改善专注事半功倍。寻专诊疗室为你的专注对症下药。